神合作。那女神选来选去呢，那当然就是要选跟宰哥最适合的黄宇杰。好，秀春君听功一年原因曝光，明年回归不怕损失近千万。因为很多人就忽略头皮，只知道头发头发头发，但头皮呢会影响你整个头发的生长，也会影响就是你的脸部的老化。因为头皮松，脸也会松，所以头比较紧，头比较紧，头比较紧。王宇杰、谢成君和发品品牌合作，各自出了洗发精。因为仔仔从头到脚，你看他所有的事业做很大。没有，事业没有做很大，先卖东西再说。对啊，拍戏那么累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啦。先休息啦，因为上一档我才刚结，也一年了，也一年时间了，对。而且这一年仔仔也很忙啊。对啊。现在采访也很想，你什么时候回来拍戏？到底要流浪多久？明年吧。等很快啦，对啊，快了吧？所以你明年要拍什么？今年不知道啊，现在目前真的还没有确切的计划。嗯，因为我就是会跟观众讲说，我今年想好好休息。我本来以为上一次的北海道是我最后一次出国，结果没想到还有，我下礼拜又要再出国，但是今年最后一次，但这个我一定要去，我跟妈妈姐姐。如果在我一年不拍八点档，损失多少钱？损失多少钱？公司那个不好算一下，没有，没多少钱啊。怎么可能没多少钱？怎么可能？那个，几栋房子？没有啊，就哪那么好赚呢、啊？说实话，这个我这一次，千万呐，千万呐，一年只出一千万。有多少钱？所以，我这16年来从来没有断过，拍戏几乎没断过，但是。16年来，我觉得好，也不是累，是我忽然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。所以我今年做了很多事情。那当然，一开始我考虑到你讲问题，可是我房子也买了，我要开始房贷。我全然之下，我觉得我就是狠下心来，就休息吧，赚少点钱没关系。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年纪了，我真的要需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对，否则我觉得我会后悔。我有知道我没办法赚那么多钱在我生活上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去赚损失多少。那我今年第一次跟我哥哥姐姐一起出国，这是我40几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那都在今年发生了。所以你说损失那些钱对我来讲，那不是我人生中的大事，现也不小了，也不是小事了。